另外一个小球手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？对，这两球我们就事先预判难打啊。对，刘丁硕是很下头。哎呦，真，你像刘丁硕，他这个优势球啊，都是上旋球，都是假如反手拧起来，反手相持和正手抢攻，都是上旋球非常优势。他拉这个削球，你像这种，哎呀，下旋，这旋转理解的不够精确。嗯。哎呦，总这么拉的话，可真是费劲。打削球就要耐心磨，不着急。好，哎呀，拉比赛刘丁硕对于朱世赫，从前面的这几分来看，也是办法不多。正手拉球没有任何的变化，这就难打了。对，你像他这种，哎、他本身他拉球啊，好办法。然后像他这种力量，你也冲不死我。他不像马龙、张继科那种爆发力特别好，正手质量特别高，你能活活冲死我。哎，说这种，既没有坦克大炮，也没有短兵相接。对，我就随随便便我就正常削几把。哎呀，但是马特刚才不一样，马特攻中他带手，对，他攻着攻着他一看不好，他可以搓你几把，让你来拉。对，而且马特拉球啊，他对旋转理解，一会儿不转，一会儿有时候特别转，有时候又一点都不转，所以说他不清晰。所以他无谓失误就会特别多。发死力，他只有有绝对机会的时候，他才会去发力。发力，像这种球，他会发大力去攻。哎，好球！这种球，发球，短球。又是出现了拉效大战。好球！好球！哎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呀，气运！这个球又是一个不转，刘丁硕又以为很厉害。再一个是对旋转的理解，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你天天跟朱世赫练，练得特别熟，熟到了、哎、打任何一就是打得很成功，你就可以打他打得没有什么好机会。嗯，包括就刘丁硕这种，他实力很强的这种选手，但朱世赫上来他就会赢。嗯，也包括老将，因为乒乓球对于中国的淘汰率也非常快。对，这个运动员啊，一到三十，朱世赫也是拉出了刘国梁一身的冷汗。我在赛后是吧？对，非常的惊险，他是跟马龙3-1。对，也是，而且都是基本上第三局关键局打到了16平。嗯，我记忆当中是对。对，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？刘指导说我已经在为后面做一些考虑了。对，当时因为那场球马龙确实打得太艰难了。对，真因为那场球真的是，哎呀，马龙真的是也是输。再次拉削大战，对，你看反手，他拉到正手就漂亮机会。再拉反手，再拉反手，好球，好的正手，好球，哎，这球擦网，运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又是宁，好球，球的这种最后接触球的一瞬间，他这个手感，嗯啊，再一个是看球的这个弧线，嗯嗯，这个球在这个台子过来的这种。啊，运行的这个轨迹，嗯，从中看这个，有的看这个标识，嗯都能看出来这个球这个旋转，然后还有就是，哇，哎，还有就是自己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说这个翻跳，嗯，这个短球啊，可能接完球你以为这是个转的，嗯，上来做了一个反手搓的动作，但是在接触球前0点，常年呢就是对球的这个理解，哎呀，啊，对，削球必须关键时刻是要有发强。这样才能限制住这个攻球手，能给他制造威胁。哎呦，近台这么高的0-2落后，刘丁硕，看看能不能放开手脚，反手拉球，放短，漂亮的进攻，发球抢攻，有什么样的结果？漂亮，力气，必要的补充，漂亮，好球。好球！但是你看，从开局一上来的这些球，他已经相对于之前好的多了。嗯，好球，也能够放短，更得当一些。嗯，
需要稳健一些，对，更合适，你要减少失误嘛。嗯，哎，变化了，开始，好的，哎呀，当中是打他的起点还是落点呢？这个球啊，就有很多，你像不转呢，你可以冲他这个高点，嗯，你像一些特别转的球，你可以等他这个下降点再拉，这个拉球的方式啊也不一样，得出的效果也不一样，而且根据每个人。知道他，你知道他会进攻，有这种进攻准备。他小球不一样，他突然进攻你一下特别冷。好球。对，别着急，转了。好球。投一板。哎呦。这个球。刘丁硕，往往是成为了落败的一方。哎呀，又是一个枪。好球。好球。嗯，哎呀，正手短球，对，拉到他正手，中路，哎呀，属于优势方，就是吧？但是虽然刘丁硕输了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出他这个竞技状态还是很好，嗯，只不过在关键球处理的时候相对差一点，而且心态有一些起伏，嗯，你看，包括现在他拉出时刻，这个已经拉得很好了。相当于之前来讲，他现在已经判断非常清晰了。哎呀，对，你看稳，别着急，冲，再掉，这球太赚了。年轻的队员，他的这种削球还是有一定的功力的。对，好球，别急，赚了，再来，拉到正手，对，把这球拉到正手就好多了，赚了。正手，对，魏世浩对任浩，